好明顯誒，而家引起呢個咁嘅爭拗咧，就係急就章嘅結果啦。即係初頭係你摟咗呢一個由阿梁美芬建議嘅，你就話佢違憲，唔好唔俾人選嘅。咁而家就急轉直下，所以你先會產生呢個問題啊嘛，係咪？而家又講咗一樣嘢啦，就係原來嗰個議員辭咗職咧，係所有嘅選舉都唔參加得嘅。初頭就罰佢唔參加自己嗰個選舉，即係唔可以攞翻自己嗰個席位啦，係咪？咁如果佢辭咗職，咁有個人死咗，咁點啊？嗰人真係死咗喎，或者啱啱撞機死曬，一鑊熟翻上去人大政協開會，一機撞咗落去呢個八寶山嗰度，咁點咧？唔俾人選啊？得唔得啊？係咪先？我冇話邊個喎，哥。我話有架機撞去八寶山，我都有機會去。你點知我唔翻去開會先？係咪阿劉延東話唔準我翻去開會先？你點知我唔會翻去開會啊？或者梁振英叫我翻去開會啊？八寶山啫嘛，八寶糯米飯唔得咩？不過你係舉個好啲嘅例子啦。喂，主席，天地良心，你點知我唔翻去開會先？冇人話你唔翻得，不過我即係建議你舉個好啲例子。你使乜問咗八寶山啊？八寶山唔係咁容易去，我知道搬嚟搬去嘅。啊！我點解唔翻得去先？我點解唔做人大政協啊？我點解我唔做人大政協先？你係咪小圈子選舉先啊？哥，點喂？我點解唔做得人大政協先？有冇？我唔係話你做唔得。大家唔好對罵啦嚇，係唔好對罵啊！講翻正題好冇？係。嗱，如果咁樣樣，即係有人有一堆人突然間死咗，或者係沙士啊咁樣，即係突然間不能事事咁點咧？即係話有一個人佢係自然地或者係辭職，咁另一個人又想去選，即係話佢啱啱辭咗職，佢又有啲人死咗，咁嗰個人想再服務翻香港咁點咧？佢啱啱已經意興闌珊啦，咁你唔俾人哋做喎，呢個剝奪人哋嘅政治權利嘅喎。係咪你哋就防民之口甚至防村，我都話俾你聽㗎啦。你即係你走去無端端限制人哋一個權利，係根本一扭曲咗咧，就一定係疾病重生㗎啦，係咪？你有冇考慮過呢一樣嘢咧？即係香港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突然間出現咗個災難，啱啱有個議員就辭咗職啦，係咪？即係我唔做啦。佢又想再去為翻香港服務咁樣，咁點咧？咁人哋就冇平白就冇咗一個權利，咁點搞呢？第二就係話，如果好似個梯隊咁樣，即係好似咁樣做個梯隊咁樣，隔一個月遲咁，一樣係可以選翻嘅啫喎，係咪？即係不過就你哋就會咧就話哦，你就其實老實講，你就係防五區公投啦，即係話一次過一齊選嗰陣時候個即係 de facto referendum 嗰個效果啊，係咪？如果你好似個梯隊咁樣，一個月遲一個，咁都可以再選翻嘅喎。我就唔信你可以咁快做曬啲選舉啊！咁你係咪即係嘥錢咧？好，副局長有冇咩回應啊？主席誒，我諗我哋嗰個政策咧，之前都解過嘅啦，咁我好簡單再解一解啦。嗱，如果一個議員選咗出嚟咧，選民或者市民都係期望佢做足曬成個任期嘅，咁所以如果佢自己選擇去辭職嘅時候咧，咁亦我喺舊年做公共諮詢嘅時候，亦都個民意好清晰啊！這個第一個都係個漏洞，跟住問題要處理，亦都要施加個限制，希望可以有個阻截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個建議嗰個背後嘅諗法啦。咁而亦都係話，如果係同一時間內同一個選有幾位議員唔同嘅選區幾位議員咁一齊辭職，咁可能有另啲人出嚟參選。咁呢個我諗係民意都好清晰，就覺得如果有議席出缺嘅時候，就需要搞個補選嘅。最主要就話，如果辭職嗰位咧，應該就係要限制下佢，你希望可以阻截到有議員係隨意或者任意利用呢個辭職呢個權力去濫用。主席，我解釋。主席嗰個問題咁啊嘛，嗱，譬如一個人病咗，佢不能辭職。佢自己覺得即係病得身西好犀利啊咁樣，咁突然間有靈丹妙藥醫翻好佢，咁點先得唔得先？係嘛？而家老江都係咁啦，係咪出嚟唔講嘢都頂得住幾個月先搞成咁啫嘛？唐英年係咪？所以你呢個咁嘅做法，你講到明係話要唔係挾止，係壓止，係阻壓，唔係阻挾個壓字嚟嘅。
係咪？唔係阻協，阻協就聽即係解唔通噶啦。好，嗯，嗱，所以你唔醜陋咩？覺得你因為一個政治嘅目的，不惜去侵犯人哋一個自然嘅權利，係咪啊？我啱啱病咗，咁我醫，係咪啊？揾起公司醫翻好，上去大陸，係咪啊？揾江澤民御用嘅起公司醫翻，我翻落嚟又唔算唔得，係咪啊？或者可能係我個政敵添。是我 rival 嚟嘅，即係勢成水火。我啱啱病咗，佢又要嚟攞我位，我梗係出翻嚟算啦。你冇諗過啲嘢嘅咩？只係為咗一個，你講得好啦，副局長，你就為咗一個你哋自己要達到嘅政治目標，就令到其他人原本可以達到嘅權利都攞唔到。你唔覺得係有少有複合嘅基礎，即係嘅問題咩？如果真的發生，好，這個是一個意見來的，只是都講過司法覆核的問題了。會啊，我病了，那我自己首先辭了職，即譬如我知道，即我舉了例子，譬如我已經末期癌症了，我說自己啦，因為一時口快，我說我自己末期癌症，那突然間有個意思，有個在 Facebook 有比如方我醫回好，那我就再選咯，如果有個人出缺，是不是？因為我覺得我癌症無謂阻時間，或者我呢、这個重即係呢個沙士咁樣，費事惹人哋，都係一樣嘅喎，係咪？作為一個人嚟講，佢因為其他嘅原因，嗱，因為你嗰個政策嘅目標咧，我真係覺得好好笑嘅就係、是，你話你壓止人哋辭職再選，浪費公帑啊嘛，咁你照顧唔到呢啲情況啊嘛，即係阿黃定安遠唔明嘅就係、是、話，我一病，即係我啦，唔係你啦，我病到五顏六色。必死無疑，咁我梗係唔做嗰個議員啦。咁但係一醫翻好，我話要做，啱啱有補選，你唔俾我選喎，哥，係咪啊？所以你係唔能夠，你唔夠個 tick form 噶嘛？你係咪為咗辭職？你個辭職嘅原因係不能夠問佢噶嘛？係咪？當然佢有講啦，係咪？如果你咁嘅時候，你最少喺嗰度做個豁免啦，因為身體係咪先？即係。你政府的政策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嘛。如果真的病，即是讲我啊，不要讲人家啊。我真的病了，你就给人家选咯。是不是？那个不是浪费公帑来的嘛，是珍惜公帑。一个即是好像我那么叻的人，是不是应该要入回来。啊，人家啦，不要讲我啦。好像黄定光那么叻的人应该入回来。那你怎么会阻人家呢？他真的没错的，病了觉得自己不能事，事先早退，医回好。啱啱有個人出咗缺翻嚟選，你又阻佢，係咪先？所以你哋做嘢七擒八搏，揾咗彭力克翻嚟，就當係靈丹妙藥，就即刻攞彭力克嗰個意見，就話咁係最好，係冇意思嘅。阿梁美芬走得快，係佢教政府咁做噶嘛？政府已經好正確摟咗佢啦，就話咁係唔得嘅，後屘又要攞翻嚟。這個政府仲有冇靈魂？仲有冇邏輯？好，就其實即係話法律顧問都講咗，辭職係佢自己自愿嘅、主動嘅啊。佢唔係咁，你出現咗時，我解釋唔到啊嘛。你問劉生或者就算有病咧，佢都係可以唔辭職嘅啊。唔係咁，但係即係話79条咧，嗰度亦都有個問題係、個問題。如果我揀咗辭職嘅時候，你冇可能因為咁樣剝奪我的權利啊嘛。我係良好議員，我唔好傳染啲病俾所有嘅同事，或者一個重病啦，係咪？係會傳染嘅，或者係我已經靈丹妙藥都冇嘅，但係啱啱又有醫翻好我，咁我啱啱長毛唔選，咁黃定光就我要服務社群，我再選都唔得喎，哥。六個月不論任何喎，六個月之後可以啦。唔係個問題係你唔，如果嗰個補選係喺六個月之後，嗰個職位已經不可逆轉嘅啦嘛。即係個選舉權一次嘅啫嘛，哥，係咪先啊？即係嗰個具體嘅選舉得一個嘅啫嘛，一般你梗係唔得啦。但係呢個政策咧就副局長，你想補充啊？主席，嗱，其實個如果有議員係真係咁不幸啦嚇，嚴重疾病，然後令到佢無力去履行嗰個議員嘅職務嘅時候咧，嗱，佢當然可以
自己去選擇辭職，呢個一個可行性啦。但如果佢覺得雖然咁嚴重，但好難排除，跟住有靈丹妙藥等等，好似梁議員講嘅情況咧，而家根據基本法79條嘅第一款咧，都可以話，如果係有議員因為嚴重疾病或者其他情況無力履行職務咧，係可以由立法會主席宣告佢喪失議員嘅資格嘅。咁喺根據基本法79條咧，係喪失嘅資格咧，就唔會受到我哋而家建議嗰個限制去涵蓋嘅。而我哋建議嗰個限制，只係適用於根據立法會條例第14條或者係第13條第三款，係辭職或者被視為辭去議員職位嘅情況嘅啫，主席。咁所以頭先阿梁議員講嘅情況咧，係唔需要擔心嘅。唔係一定會出現啊！你明唔明啊？法律顧問講得好啊，辭職係所有辭職都係自愿噶嘛。被解除職務，好似我咁樣，因為兩個月俾人解除職務，或者係根據另一條條例，你應該三個月嚟唔到，攞唔到主席嘅批准，喐你係咁多啦，或者其他嘢，所以你係解決唔到個問題。任何人，我舉疾病噶嘛，或者我好攰，醫生要我休息一排，我覺得都無謂阻住個地球轉啦，我辭咗職。因為辭職永遠都係自愿嘅，唔可以有人監人辭職嘅，只可以發生一樣嘢。就係、是、一個專制嘅政府，即係或者董山啦，腳痛啦，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唔係腳痛啦，呢、這個就係唔非自愿辭職吧，我唔處理呢個問題。而家個問題，喂，呢個係邏輯嘅問題嚟噶嘛？你點可以阻止一個議員係因為佢自己認為嘅理由而辭職咧？疾病暫時失速，暫時呢、這個頭腦有問題，係咪有情緒病，費翻到嚟影響其他人。或者是沙士，或者是禽流感，都得噶嘛？咁到佢醫翻嘅時候，你剝奪咗個權喎。嗱，唔好再講啦，唔好再講廢話。我講個情形係會出現嘅，因為自動辭職噶嘛。你唔可以話有機制去處理嗰個議員，所以佢三個月咧就必俾人趕，或者主席會俾三個月以外嘅期俾佢，呢、這個都會出現。但如果有個人真係咁嘅時候，你點樣照顧嗰個人先？或者點照顧喺未來嗰個選舉，佢個選民想選佢先？你解釋唔到嘛？係咪？好，下一位阿葉君議員，79條嗰度係真係冇講到話要三分之二啦，係行為不檢或者違反誓言啦。咁當然你可以講第二都屬於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嘅，你話明你呢個盡忠職守啊啲嘢噶嘛，即係要守法啊咁樣噶嘛，咁即係當然呢個係即係大家去解決嘅問題啦，係嘛？即係行為不檢同埋違反誓言係點解啊？即係你係三個月唔嚟，你當然係違反誓言啦，即係你因為太過逼啦嗰啲嘢。咁我覺得我始終聽唔明就係、是。一個議員如果他自己覺得不能夠在那個階段盡忠職守，他自己辭職，你為何受到懲罰呢？我真的不明白，是吧？即是你是解釋不到的，你因為副局長說了政策目標就是說要壓止浪費公帑，是吧？即是你的立法的原意是這樣。咁如果有個人他真的病了，或者他覺得他再做下去都不會做得好，那他根據他自己的良知和對於基本法信守，他不做住，那就是醫翻好也好，或者那個問題解決了也好，適逢有一個議員在第二度辭職，他走去選，為什麼不行呢？或者他選回功能團體，是不是他本身是會計界的，那他在地區直選中咗獎，咁跟住佢又覺得做得唔好，或者有乜嘢，咁我轉錢去會計界點解唔得咧？因為你全部禁止曬啊嘛。啱啱會計界有個人就覺得我做得唔好，我要走啦。咁嗰個喺直選嗰個人覺得我做會計界又唔錯嘅喎，因為我反映到業界意見，走過嗰邊選咗都唔得喎。咁所以其實嗰個問題就係你個政策目標其實係唔 serve， 即係你係。只係得一個目標，就係、是、阻止嗰啲人，即係唔即係辭咗職，然後再去參選啊嘛，係咪？你話浪費公帑啊嘛，又或者咩？我唔知咩意思啊。咁你而家有我而家形容一個情況，就根本一啲都唔浪費公帑。咁你嗰個政策目標顯然係有問題啊。即係你係
叫做咩咧？叫工期一點不及其餘啊嘛，法例係唔可以咁樣啊嘛。啊，梁國宇，你其實你講緊啲政策問題咧，我哋喺個法案委員會一次次會嘅時候咧，都有傾到。唔係佢自己親口講嘅喎，咁我講嗰程一定唔係浪費公帑啦，係令公帑更好咁運誒，更即係使得更得其所啦。我哋知道你嗰個意思，不過有關問題嘅討論，其實我哋喺法案委員會第一二次會議咧，都有好深入、好詳細嘅。多謝主席討論嘅啦嚇，咁啊。